我们家改火柴盒了。到后来行了，到后来行了，怎么买了这么一大块地，一百多亩，改的七进的四合院，这就讲究了。远瞧雾气昭昭，近瞧瓦窑四少，是这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。我们家人住蛐蛐过笼里，这么一块整砖抠的这么大，比划不过来，形容一下嘛。说的是这格局劲儿。门口有四颗门槐啊，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的桩子。嘿，路北了广亮大门，上有门灯，下有懒凳。嚯，内有回事房、管事处、传达处。二门四扇绿屏风，撒金星，四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。家写什么？写的是斋庄中正。斋庄中正，对，背面是严肃整齐。哎，进二门，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。下景天高搭天棚三寸六。三寸六啊？多少？是三丈六。高搭天棚三丈六。哎，四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。哎，你们写的贼星干嘛？什么？吉星高照。院儿里有对着花盆石榴树，茶叶墨色养鱼缸，九尺多高架竹桃，迎春看春，枝子翠柏梧桐树，各样鲜花，各样洋花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漂亮。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出廊，后出厦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东西耳房，东跨院厨房带茅房，西跨院茅房带茅房。哎呀，茅房啊，就方便，这不没有，这边是厨房，这边是茅房。倒座书房五间，那为待客厅啊，满都是明宅夜合的窗子，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，冬景天紫口封门啊，往屋里一看，画露天机，别有洞天。里边迎面摆丈八条案，上有尊窑瓶、狼窑罐、宣窑盖碗、古月轩的果盘，案前一木八仙桌，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，香石心配罗垫，桌子上有文房四宝、纸笔墨砚，墙上挂着闪缎的被窝、闪缎的褥子，这都尿炕了是吧？有墙上挂被窝的，墙上挂什么呀？名人的字画，名人字画，嗯，有唐伯虎的美人、李元璋的山水、刘石安的扇面、铁宝的对子、板桥的竹子、松中堂一笔虎字，正当中是乾隆御笔两行大字，写的是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乾隆写的吗？白天都上班，家里没人啊，一到晚上下班回来，屋里屋外热闹非凡，人多串门的也多呀。对，宾客盈门，车水马龙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薄丁。对，尤其他们家姐姐妹妹也多，一个个捯饬特别的漂亮。好多来串门的客人兴之所至，还写了一块匾，四个大字挂在正当中，阖家欢乐，天上人间。好。 Yeah.